谢谢同学们的精彩表演，接下来象征的就是咱们孟加拉同学。托马斯，我觉得孟加拉同学们真的非常团结努力呢。是的，他们经常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一些传统节日庆祝活动，还请我们吃好吃的菜呢。 那么今天孟加拉同学们将要带来的就是一段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舞蹈，请欣赏。 Come on, Bangladesh! 소픽 잘라우 Beautiful.
Beautiful.